100位花莲县铁路退休协会职工，平均年龄68岁。服务范围遍及花莲沿线车站。4年来，累计服务工时超过9000小时。他们用生命热度温暖后山的土地。现在就开始动作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秋天早晨，大地苏醒，但伴随花莲县铁路退休协会职工展开一天序曲的，不是咖啡和饭香，而是平和火车站杂草丛生的青草味。这群全年无休的银发职工，把清理车站看成使命，当成置业，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来。除这个草有石头就打到眼睛了，因为那个防护帽没有戴到，所以我拿机车那个安全帽来代理。我曾经打到眼睛，那手臂都流血。我今天这个服装也错误了，应该是要穿长袖，因为我们都是吃这个铁路奶水长大的。出发心油然而生，再加上目睹台铁精简人士，花莲县20多个车站，70%以上多为无人车站，或两个车站共用一位站长、站工，人力不足的情况，环境无法维护。当初就是车站铁路在精简嘛，人员那时候我在驻协嘛，一天只有2个站员，连值班的副站长3个人嘛。啊，他车站也是有那个花园，也有那个环境要整理啊。对，站员一个要卖票，然后一个要还要看那个，如果有旅客上下车，还要检票收票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办法整理的时候，我们副站长也是帮忙啊。有点事是第一台最慢错。热心的邓有才上午在火车站，下午则出现在医院帮忙收送病历表，一刻都闲不下来。今天第几趟了？今天大概差不多10趟了，全部要转来转去，转去。总志工时数超过6994小时的邓有才，平常还会在家里加班做环保。10多年来，他荣获全台模范老人、模范志工。我在花莲站干临时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位长辈叫做邓有才先生，他的志工服务一直到94岁过世的前一天，还在花莲站服务。1943年出生的叶日阳，自台铁局企划处长退休后，决定回到故乡花莲，接下花莲县铁路退休人员协会理事长，并成立志工服务队，继续为老东家服务。所以这种爱心，这种为社会奉献的这份心，是让我非常感动，因此引发了我，当我退休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回馈台铁？因为我本身是那个道班出身的，比较了解这个轨道旁边的距离。我们的叶理事长也跟我交代过，他自己也派一个瞭望员在那边，在监视那个各位车通过的那个时间，还有各位车通过的那个距离。不过我自己还是要提高警戒性，所以说对安全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那个，应该是很安全的。全台铁退休员工多达20000多人，却只有这100多人愿意冒险在月台边打扫清理环境。这群铁路退休人员平均年龄68岁，其中最高龄的已经81岁了。刚开始团队只有8个人，如何说服志工加入？叶日阳坦言，待人贵在待心。像今天早上戴佩佩本来安排好，他已经81岁，他要来。突然间他觉得没有来，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发生问题了，打电话问了，结果果然不错。他说早上起床了以后就晕眩，回去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就是要赶紧去看看他有没有问题啊，身体状况怎么样，要怎么样去帮助他。
我们每一次志工服务一出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有投保意外险。我个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。你看，我一出门，我一定有哨子。那我会查询时刻表，当列车经过的时候，我会吹哨子，啊，尤其是在，月台两侧的时候，那是非常危险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感谢，感谢，好，感谢。啊，他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好好。我今年是88岁，我已经在铁路服务50年。我在是运务段的副段长退休。今天是跟我太太来，啊，因为那个他们做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也想参加，但是力不从心呐。因为健康关系没参加参加，所以想来看一看他们。工作完后水果吃起来怎么样？开心，甜蜜。我给你丢了。今天这样子。老一辈台铁同仁有心无力，但一份水果，一声问候，却消除了志工全身炙热，也温暖了每个人心灵。在叶日阳的带领下。志工与铁道交织出生命乐章。北埔站是花莲市以北的小站，和叶日阳服务过的富里站同样紧邻山边。而出生于富里六十担山的叶日阳，儿时的艰苦岁月就从山脚下开始。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爸爸因为开个碾米厂，做了失败了，爸爸也离开家里，两个哥哥也离开了家里，只有剩下我跟妈、跟弟弟、跟两个妹妹。这个日子真的是不好过，因此我跟妈妈两个人每天晚上就做斗笠，啊。那白天的时间呢，妈妈就用别人的土地去种菜，那我呢就去做工。我们那时候因为家道中落哈，所以住的一个茅草房子，后边是一片山。有一次台风来，就是那个山崩，这个崩了以后呢，我们家那个茅草房子后边整个那个泥，整个没有把房子弄倒，但是几乎那个后边的山的那个泥哈，弄到那个窗台，一个。初中刚刚毕业，那时候不是国中，要初中，啊，就他独立一个人，就把那整个山崩下来的泥土全部挑到房子旁边去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，我还是小学。那因为他挑的那个泥，那房子旁边的斜坡就变成我小时候的自己做的溜滑梯，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所以他现在这个身材里头，这里还有一块很大的肌肉，挑扁担挑出来。做苦工的那一段日子里面，虽然很辛苦，在大太阳底下啊，我毫无怨倦。原因是不缺白米饭，早餐我可以吃3碗饭，是在老板那边；中餐吃6碗饭，晚餐吃6碗饭。在早上10点的时候，又挑了老板的家人就挑了点心到工地来。下午大概3点的时候，挑了点心到工地来，那个时候最大享受就是有饭吃，我可以吃得饱。我妈妈只交代一句话：你要吃得了苦，要耐得了劳。啊，家里是没有办法，那个你一定要学成才能回来。就冲着这句话，他再苦，他往内吞。吃苦当吃补，做工让他尝到遥不可及的米饭。但直到进入台铁当清洁工，才让家境开始脱贫，人生从此改变。当我在富里火车站上班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个贵人，我的站长张元彪。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他带我去扫厕所，手还故意去接触到大便，马上我就接着扫。站长告诉我说：“你铁路局的工作，你应该待得住。”当那一个月的薪水750块。交给妈的时候，妈哭了。
第二天我们全家也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。以前东部的小火车跟西部不一样，我们东部的它另外一个圆环去接，然后你这个站工啊，你吊车人员必须用一个铁棒子把它勾起来，然后它才能够连接上。所以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哥哥当时就曾经一不小心就会被那个夹到，整个手指都夹扁了。他运气还不错，他有同事手指夹断了。走在熟悉的月台上，叶日阳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幕幕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岁月。往日台铁给他48年历练，今日他要用余生回报台铁。欢迎各位来到了回南文化馆的家族，这里叫做花莲铁路文化园区。因为这一个园区呢，在1977年花莲管理处结束的时候呢，76年3月要结束了以后呢，就没有人管了。我个人是在这里上班了27年，跟整个都长到上面去。对啊，这个都上百年了呢。日据时代就已经有了。花莲旧铁道文化馆见证了东部铁路发展的轨迹。尽管窄轨铁路行驶的鸣笛声已经远去，但叶日阳就如这段历史的活字典，为铁道文化馆导览注入灵魂和生命力。这个单位叫台湾铁路管理局花莲管理处，在我的后方叫总务室。我在这边上班了25年。当我要退休之前，我已经得了一个口腔癌了。4年前又得了受限癌。我自己思考了一下，我活在这个世上够了吗？我心中常想的，能不能把爱传播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？我们从台北来嘛，按了游览车上面，他有跟我们讲是台铁的退休人员，他义务性是他的来这里做志工啊，他们导览的真的是很好，因为他们以前在这里做过，所以他讲很详细。啊，至于这个帽子，啊，到现在还延续一样，黄色的是这个宽的黄色跟窄的金色的叫列车长，如果宽的黄色没有，只有这个金色叫车长。那车长要变成列车长，那是要经过考试的。你不会注意到车站统统有谁，各位有看到在开车的时候有谁拿这个旗子吗？几乎很少，小时候几乎很少，小时候有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都是电气化了以后啊，都有无线电的通信，这个就很少。这个绿色是代表动啊，比如说我车子要往前动，它的手势，它的旗号就是往这样往前，啊，它要往我这个方向过来，它就是左右，就不是上下，用绿色去动。那现在快要到了，快要跟车子连接的时候，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好，到了快要接的时候就嘣，啊，这样就接起来了，完全靠这个。你细汉时是原来坐伫铁路边啊，啊有看迄个因安尼举起来，啊唔知影啥物意思。即摆经过老师讲解了，哇才知道说，红个就是叫你停顿危险，吼危险，敢停顿嘞，哈。啊绿色就是敢那讲嘞，开较紧嘞，就开较紧，开较慢嘞，啊就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啊就慢慢停，慢慢停，停那个嘞点点，啊嘞红个就出来，就做停止安尼。各位看到右边。右边这个就是0.762窄轨铁路，那现在这边还要再铺一个0.762窄轨铁路的路轨，这个叫转车器，铁道馆里面也有这个转车器的这个灯号。在铁路线上的每一个车站里面有分很多种路轨，最直的那个叫做正线，
啊，那比较偏一点点叫做副正线，再偏很多叫做侧线。那么像这个号志灯，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人解说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嘛，就是看到说红色、绿色啊，就不晓得它的作用。还有那个转车器什么作用，我们都搞不清楚啊！哦，原来这个是调度上面有这些科学，还有刚才那个七号，啊靠，哇，就停下来了。对窄轨铁路的过往岁月，我在服务台铁48年当中，我接触了27年，我是有点担心。我今年72岁，我担心除了有一些教授写了一些窄轨铁路的书籍之外。未来能不能还找出对窄轨铁路的运工机电都比较熟悉的人，我是有点担心。当然我也跟文化局做了建议，能不能写出窄轨铁路的文史调查之类的，可以让后来的这些导览人员继续使用。大家比个赞哦，3、2、1，谢谢老师。宝贝，回来了。天上的白云飘呀飘，地上的火车在飞摇。收起疲惫身心，叶日阳弹奏着过往为台铁编写的曲目。悠扬乐章是叶日阳心灵的放松剂，太太支持则是他生活的维他命。那是民国54年，就懂得和声，然后会编三重唱，女生的二重唱，那就尝试着作曲。铁路线上，就做了30几首歌。我是觉得有一首歌叫做《微笑》，是觉得我们一直希望铁路线上的同仁每天面对旅客。能不能每天每一个角落上都看到我们的同仁都面对旅客微笑？他的个性说急也还好啦，反正就是应该把事情做好的他都会做。可是如果朋友有要拜托他的事，他也都很肯帮忙。他不会大声吼大声叫，不会，他是这样的人。一个是车站的售票员，一个是富家女，台铁文化工作队让两人结缘。经历8年爱情革命，叶日阳抱得美人归，环岛演出为他们的爱情生活增添色彩。乡下因为没有电视，我记得有一次到内湾，民众跑过来帮我们搬道具，然后在庙口前面搭了一个舞台。那我那人他们在舞台上跳舞，倾盆大雨，民众一个没有离开。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蛮会搞笑，我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，很多同事都说，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有？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啊，可能是人家说缘分嘛，哈。校长来了，来，有空。台铁让叶日阳成家立业，也让叶日阳得以资助弟弟完成学业。
如今弟弟叶日升先后担任花莲高中、花莲高工的校长，兄弟俩各勇一片天。我去读师大的时候呢，那你知道铁路局的收入也不多嘛，反正公费学校表明有公费，但是你去总是要买一些东西啊，所以我印象深刻，就当时他就塞了3000块给我，好，那3000块呢，我四年大学就带那个家里的3000块。一首《惜缘》道尽叶日升对哥哥无限的感谢。为了让家人生活优渥，叶日扬只身到台北打拼，努力出头天。这个是那个空中旋转啊，空中旋转我在花莲跟台东，我们这边空中旋转都是这样报名参加的嘛。他说为了空中三旋转的联合运动会，我特别愿意的话就来报名参加，只能礼拜六晚上回来，一定要到礼拜天的晚上夜车，我才会再回到台北去。每一次，老婆在夜车送我上车之前，总是含着泪。这一点我真的很对不起，事业心太重的时候，把家庭忽略掉了，还好。等到两个孩子要读高中的时候带到台北，这个家才开始团聚，才像一个家。这段历程我真的对老婆亏欠非常多。退休后，叶日扬和太太形影不离，用行动弥补对太太的亏欠，甜蜜家庭夫复何求。操作割草机风险多，必须要眼到、手到、心到，还得静定凝神。尽管杂草比人高，但1941年出生的曾水从默默担任清理杂草的开路先锋。除草剂是退休以后才摸索的，小心再小心，没就那个机器压低一点，也不能太低，太低会碰到那个石头，会打到别人，不伤到我们，会伤到别人。这夏天的话呢是比较热了，像今天是因为都没有风，所以说有一点闷热。哦，平常我们在铁路局的工作也没那么辛苦了，但是这是志工工作呢，大家都非常愿意呢牺牲奉献。环境啊稍微这个不如人意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很主动的，哦到这个车站去清扫，把这些杂草啦或者垃圾都把它清除干净。那我们有时候在铁路也办了很多的活动，只要那我们需要人手，那个他们都是义不容辞、义无反顾的，就派人出来支援啊。有时候像我们要办演习啦，或者是这个办铁路节的相关的活动，好像那个蒸汽火车，哎，他在走的时候旁边需要人家去维护安全，他们也都愿意出来帮忙。服务不求回报，善念持续加温，但社会的肯定才是他们前进的最大动力。志工服务我们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累积服务的工时，像今天早上到这边来服务3个小时，那我们就会记录下来，在一年度结束的时候啊，甚至有超过1年1000小时的工时，在年度大会的时候会颁奖表扬。县长一定会到，一份奖励激起志工更多善心。年年服务时数居冠的曾水从，还得忙于吉安站的站务服务。
要计时啊。好，来，麻烦这里给我帮一下。吉安站是花莲的第二大站，也是曾水从工作的地点之一。这里每天十多班火车来来去去，而曾水从就在这铁道旁挣得一份稳定工作。我初中一年级就没有读书了，就去姑丈的那个家里工作。他家里哇，做了三四样的那个生意啊，吸烟啦、饮食店啦、冰店啦、还有市场卖东西啦，一天到晚就没得休息了。两三年以后，就跑到后院服务所去当理货员，那时是叫理货员，现在是理货工，现在也没有这个名词了啦。理货员啊，一天16块，一个月才480块。40多年资历，让曾水从养牛牧童蜕变成样样精通的曾师傅。从寿丰火车站站务佐理退休的他，心存感激。回馈台铁成了他最甜蜜的负荷。我来帮你。这天，他依照惯例继续帮忙处理货运业务。来，人要叫车。两件，那再拿一件哈。讲每天是好小的啦哈，不过咱忝，咱都爱惜家己爱。哎，存在了，好，哎，要困着。哎，什么事？谁的？黄一德有没有带四张啊？是。啊，这个是。好折，哎。对。嗯。他写的太淡了。一份扛在肩上的使命感，一份无法割舍的情谊，一个要活就要动的信念，让曾水从义无反顾服务有需要的人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他们可能觉得说，哎，到年纪大了，他们可能还想要退休了，但他们还想要再服务我们这些民众嘛。哎呀，那或许他也觉得可能长时间这样子习惯了，就好像有很多人可能工作，老人家退休了，他已经哎又想动一下，身体健康一点啊，就去种菜啊，哦，或是做其他的这些活动啊，哎呀，骑骑脚踏车的这样子，其实对。老人家来说也是比较好的、啊。这几片我种的，这后内底几片树啊，这啊种差了8到9年了，怎么样？这树啊，刚来的时候差多了，也很多树都是没有种啊，就是我种的比较多啊。那以前就是那个梅树啦，梅树呢那几棵而已啦，啊，其他都就是我在继续跟他们种的啦。这个种花草有看到种了花草有很。有成就的时候，心里是感觉到是很好。曾经有一个旅客啊，他问我说：“请问吉安站是在这里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不奇怪了，就是不是公园吗？怎么花木那么多呢？”投注10年时光，曾水从默默用双手、双脚打造出车站旁的美丽庭园。尽管曾遭遇挫折，但他不以为意，依旧甘之如饴。我们来这边的时候，以前通勤在这边呢是荒芜一片，因为战场哦很宽啊，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遮蔽物啊。啊，你像秋天哦，那个应该讲说那红皮刷盖多啊，师傅就在北边的广场种树，慢慢种，你看十几年以后，你看那椰子都长高了，挨着咱的目睭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没习惯嘛哈，改掉了嘛就没习惯，咱就来个叮当啊嘞。哪边需要曾水从，他就往哪里去。他
他默默发光和努力，凭借着热情为铁道点燃一盏盏温暖黄光。古人说君子远庖厨，但曾水从却趁着午休片刻赶着回家协助太太烹调美食，展现伉俪情深的一面。回首婚姻来时路，夫妻胼手知足，四处打工运转生活希望。进入铁路局还是临时工啦，就是理货员，理货员才一天才16块嘛，一个月480，叫了钱嘛。阮二嫂的老母去公亲啦，公了不好，没讲成以后，就是我一个那个我的主管的那个主任的太太啊，他再去讲，才肯啦。他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啊。对，啊，脾气是有点比较有一点点脾气的这样子，啊，在家里真的是很会顾家，哎，很顾家的。对，他从上班啊，他的薪水从来都是交家庭，他自己不会，谁就不会去自己家乱用。我们在和仁上班的时候，我们4、5点我们就要出门去做事了，把饭菜煮好。叫小孩子起来吃饭再去上课，我们还是照样去打工。打工那边，他也是在和仁，那时候也是那边打工。打工完以后再回来花莲，花莲再兼差。爸吃饭了，爸吃饭了。能够做志工嘛，就是退而不休，哎，可以帮助，也可以帮助人嘛。哎，他也可以做做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，啊，身体又好。这么多年看他这样当志工的付出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好像都少一点付出的精神。然后我觉得他这样有点比较像无怨无悔啦，就是哪里像我妈妈讲的，那里需要他，他就往哪里去。他吃饭？没有，我自己开啊。你自己开？嗯，太远了吧？不会啊。走过艰苦岁月，夫妻情比金坚，成了彼此最强的后盾。他们深信施比受更有福，用欢喜心分享无私的爱。在家里，我们会担心他是不是今天身体不舒服啊，会在家里懒得出去啊，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准时嘛，很有规律的嘛。他生活就早上吃饱，8点多就是吃饱休息一下，他就出去，哦，哪边需要他就去哪边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会激发我们想要去服务别人的精神。火车上传来阵阵加油声，虽然火车没有带来任何旅客，却载着铁路局同仁们感激和敬佩。阿孙呢说，阿妈，你要早一点睡，明天要做志工很辛苦，早一点睡比较有体力哈。声音哦。就是今天我们来砍的杂草啊树枝，今天算少一点了，也不错了啦。就是像镰刀也是可以做砍刀了啊，这个是锯子，合锯，嗯，就是为了要方便工作，不然我们只有竹扫把还有那个钉耙而已，用这个比较快又比较安全。都协会提供还是？没有，自己买。上，上，分啊！
边砍树边收拾杂草。陈生华和其他志工合作无间。当年陈生华受叶瑞阳的影响加入志工队，四年来服务从不间断。大家都在比早啊，一次比一次早。我有一次在花莲站这个做志工的时候，我们花莲站是直接到花莲站去集合，我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做一片了啊，我们就很惭愧啊，哦，很忏悔啊，啊，就下一次我就要比他们早，所以大家就在怕工作被做完了，一个比一个早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协会也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呐、啊。1950年出生的陈生华，过去历任了16年的铁路分处所所长，13年前从保安警察第二总队督察员退休。当年踏入人民保姆的行列，全是为了减轻家计。我还记得哦，国小读书的时候，32块的学费，每天晨间检查完了，老师会讲，还没有缴学费的请举手。举了一个月以后，老师就换口气了，还没缴学费的请站起来。那我们就站起来，站到快学期结束，勉强才凑合32块缴学费。来到过去办公地点花莲警务段，点滴记忆浮现脑前。老旧木造建筑尽显岁月沧桑，这里有着陈生华充满汗水痕迹和无法抹灭的记忆。我们现在坐的位置，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铁路警察局第4警务段的办公室的所在地啊，这个地方是第4警务段啊，在隔壁是刑事组。过去他维护社会秩序，现在他解甲归田，要用行动有爱地球环境。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哈，就是在种这一块地，把这块地种好，目的是这样，没有想到说要收成啊，要利益，要有什么利益啊。左右群山围绕，美丽的花东纵谷旁有一片充满梦想的有机农场，这是陈生华父亲传下的祖田。1年多前，陈生华回到家乡凤林，合起锄头下田去，心中多了一股使命。因为见到食安问题，让他决定做起无毒农业。自己吃的，自己种的，啊。那个香味，那个感觉，哎呀，不一样，哎，跟买的不一样。还有呢，现在啊，上市场，有时候我陪我太太去市场帮忙提啊。以前还会说，哎，嫌，哎呦，好贵哦，那边好贵哦，来多少钱啊？好贵哦，哎，这样。现在连这个都不敢讲，真的很难种。种田很难种，啊，连地瓜叶都要种起来都不容易。陈伯每天这样陪着你，有没有比较开心？啊，有啊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哎，他在家是当然是他是我的栋梁，我的支柱啊。要不他不在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没有依靠啊。哎嘿，所以他退休以后是陪我，我比较幸福的啦，更幸福了。以前就很幸福了，现在更幸福了。叶正，这个哎，不是，这个竹竿往后移一点点，哎，帮我移一点哈。歪的，你弄过来一点嘛。这个神农氏看到我们这样种田了啊，他会很难过。自己要求很严谨啊，他对人不会这样子。那
对孩子嘛也是都这样子，嘿，很客气这样子，不会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。有时候我甚至讲什么，他都说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一个人啊，做任何一件事，只要你起心动念的刹那，都会有很多的因缘。起善念有善的因缘，起恶念恶的因缘。能够去做义工是我们的福气啊，对不对？表示我们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倒是希望说可以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，这样子。是啊，蹲下去看。夫唱妇随，享受田园之乐，一份对土地守护的心，夫妻俩将意念化为实际行动力，也让两人的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我是认为没有关系，我们尽量用人工啊，一番运动，我们也不是耕种大面积，也不是说一定的生产量要多少，人家辜负陈妈妈的好意啊。对啊，所以最后我还是勉强接受，啊，对，这个礼拜要交货，这个礼拜交货小心缸。不然以后要种那么大片，那边要种的话，都用人力那还得了？坚持做纯粹有机的农夫，农法的坚持与用心在陈生华夫妻身上表露无遗。由于采用无毒耕种，不撒化肥，不施除草剂，丛生的杂草成了他田园最鲜明的标记。我们看到草是起欢喜心，草就是我们的这个肥料啊。是资源啊，另外呢，像这个草不能现在除，现在除我刚才讲，如果是说风大台风期间，那这个将马上就被打断，被打断，风大哦，它这样共生着很好，它共生的植物本来就是共生，用这种方式就是说让土地又不会受损，尽量用自然，就是以大自然为师就对了，这样来种。但迈向无毒之路漫长又艰辛，夫妻俩知足常乐，他们要把有机农业推广到家乡每片土地，因为他们知道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正慢慢发芽。种了以后就没空，就没有跟他浇水。请退到黄线后面，列车进站，注意安全。这一天，陈生华来到花莲火车站担任导览职工，穿梭于月台各个角落，热心为游客解决疑难杂症。我以前就在这里担任所长的职务，担任所长，除了内部的管理之外，最主要就是勤务的导勤。督勤要我们带着做，所以这个环境，这个花莲站的环境我很熟悉。陈大哥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那铁路退休协会都会到各地去拔草去除草，他会放下身段，没有不挑工作的，什么事都做。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工作，非常愉快。不用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。好，像我们退休人员一定要放下身段，如果还缅怀过去很容易老化，所以我就常常自己自勉，我们做人就要像铁道铁路一样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很落实很实在的做人。他来我们车站帮忙检收票，甚至于在我们的月台上扶助我们旅客，引导他的乘车秩序。这个部分在我们一些退休的员工，我们非常感谢，他们的年纪都比我们年长，在这一段时间，他应该是可以在家里含饴弄孙，可是他利用他的休假时间，好来做一些服务。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协会。地下道，哎，对，国东嘛，哎，对，好，谢谢。
手扶着啊，小心啊。嗯，回来以后我就跟着，哦，都是我们铁路以前的啊，这个车长啊、司机员啊、站长啊，乃至于段长啊、副段长，他们通通都是铁路以前在这边月台车站车上工作的同仁，大家都找到了这个真正退休的归属，所以我回来这里服务，我很高兴。这是一群银发志工的善行，成就了一个志工服务队的故事。踏在冰冷的铁道上，但他们的心却炙热无比。要好就要多，多给人做一份工作，没有少到一块肉啊。钱没有赚到没关系，我有流汗我就。对我的身体就很健康。人生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就是还有利用的价值，所以社会上需要我们，我们就去做。人生只有买单程票，没有来回票。我希望我们退休了以后，大家能够为这个社会多付出多奉献。四年过去了，这群无名英雄只为了点燃花莲县的未来，努力携手打造幸福的铁道家园。